可能咧就系政府对于周教授咧就有啲误会啦。我相信政府可能咧都觉得周教授会系倾向非全民性嘅，同埋立场我谂同政府都近似嘅，咁所以就揾佢。呢、這个事呢、這个同事实系不符嘅。其实教授系一个学者，一个好客观持平的学者，亦都在退休保障，大家都知道周教授是一个权威来的，所以政府呢就找到他出山，是我们呢是很好彩，很感激周彦生教授呢。教授呢亦都是花了很多时间，是费了很多心机和心血，做了一个很有用的报告，有一个报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在扶贫委员会可以进一步深入的讨论，而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咨询的一个文件出来。我就即係提供資料俾局長啫嚇，就完全冇話即係一個對抗或者一種即係大家互相對立嘅一種嘅情況係喺度嘅。